嗨，书呆子，把我的背包给我，试着把它拿回去，没用，这还不够吗？哇哦，我的头！嗨，美女，我帮你拿书。好，我能。杰米，我非常爱你，但是我是不会承认的。这个坏蛋不会分开我们的，杰米会是我的。我掉了一本书，我心爱的书。嗨，伙伴们，我掉了多少次的书？在下面写下评论。杰米，你在做什么？同学们，写下我们的新话题。派珀，嘿，派珀，这太过分了。我会给他写一条信息。派珀，我很忙，我把我的爱情告白扔掉了。什么？够了，停！你一直在分散我的注意力，我受不了了，派珀。你为什么在课堂上像这样表现？由于你的不良行为，我移除你的一颗星星。什么？都是你的错。我只想打个招呼。对不起。是他。我好看吗？哦，我需要清爽一下。这是抛光剂。一束花。嗨，派珀，嗨，你怎么样？放学后你做什么？准备上课。你在聊天，同时我会整理一下花束。这给你的。什么？你也是个失败者。但是派珀，他生气时他更漂亮。哦，派珀，你想去看电影吗？电影，我喜欢。待会儿见。什么？应该是我和杰米一起去看电影。这张票是我的。拿到了，我会用力拉。哦哦。派珀，你看起来很疯狂。什么？哦不，多么尴尬！我今天午餐要吃我最喜欢的饼干。嗨，你会分享你的饼干吗？谢谢，不要把它拿走，这是我的。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饼干，你真是气死我了。哦，哇哦，我不知道派珀会空手道，你们自找的。我的背好痛。哇哦，派珀，等一下，你们失败了，把钱还给我。为什么我必须要搞定一切？嗨，门又卡住了，柜子打不开，我能帮你吗？耶，我需要打开它。当然，你需要的是一点力量。哇哦，你也真的打开了。哦，不客气。我的手，派珀回来了。嗨，我忘了我的课本。门又卡住了，你能再帮我一次吗？耶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哦，好痛！谢谢，随时。他显然受伤了。嗨，兄弟，欢迎来到短臂俱乐部。哦，什么？请注意，这个话题要考试。我明白了，今天我要告诉他。派珀，这给你的，我
哦，谢谢。派普，怎么了？看，你在做什么？啊？把我的名字在那里，是吗？你们高兴得太早了，这太搞笑了，这谁干的？说实话。哦哦，你的坏行为得到了另一个 F。杰米，谁来解决这个问题？卡罗尔。嗨，什么？到黑板上来，写出答案，这很容易。我知道答案。啊不，这太坏了。学校很无聊。这什么？我的答案，一个 F。你得到了什么？一个 F。 我有更多的 F。 这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杰米，上来，我该如何做？救命，答案是什么？老师是个失败者。 X 等于2。我应该听谁的？我会用派破的。X 等于2，令人印象很深刻。干得好，你应该得到一个 A 加。干得好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好成绩。感谢你的帮忙，我很乐意帮助你解决对数问题。没门儿，锻炼很累。一个马克笔，我有个点子。派破是个书呆子。那边，对不起，我们迟到了。什么？都是卡罗尔的错，我要给他一个教训。坏蛋！什么？哈？派破，看看杰米做什么。他在我们的背上写了很不好的绰号。什么？杰米，你怎么能做这个？不是我。姑娘们，救命！派破，这不是我的错，别打扰我。你掉了，这是他最喜欢的科学家。我知道一种打动派破的方法。又是他。嗨，爱因斯坦的幽灵，派破，他昏迷了。对不起，现在好了。你还在这里吗？我只是想帮忙。派破，醒醒！是他。终于起来，我没有帮助你。写下这堂课的主题，我必须报仇，但是怎么做呢？嗨，我是新来的。嗨，哦耶，我有个点子。他是我的新男朋友，坐在我旁边。什么？真的吗？你和他，真是个恶心的笑话。哦，真是个帅哥。你认为你们两个是更好的一对吗？这不取决于你。哦，看看他。嗨嗨，该离开了。耶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你敢告诉我该怎么做试试？你敢？冷静。哦耶，给你。你。你们俩，因为你，我们遇到了麻烦。
写下我爱学校，你是下一个。这就是我对学校的看法。杰米，我给你一个 F。 坐下，干得好，没有什么能破坏我们的幸福。